主料，蒜皮300克，黄瓜一根，辅料，芝麻油，盐，醋，剁椒一大勺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准备材料，黄瓜切片，加入盐拌匀，粉皮清洗干净，也加入盐拌匀，腌制好的黄瓜去盐水蒜切碎，黄瓜等皮加入蒜泥，再加入一大勺剁椒，然后麻油拌匀，蒸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粉皮买的是那种薄的，买的时候已经切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